5000。对啊，非要加了吧，有3万3000，里面不知道有没有。印象中有一个，这个被逆转了，真的可以撞死。不可能，不要这么多个，不可能，不要。你不要那个表情。这个画面是大家想不到的哦。小珍妮呢，后来居上，倒领先了张佳琪，大概12000。12000多，接下来只有18个信箱，第三回合只有加没有减，特别刺激，时间直接各走各的，嗯，但是4000年非得答对才能开箱，开箱也只能保留2次，嗯，现在领先的是小珍妮，先答后答，先答，哎呦，请助理。就元素形式而言，比钻石更稀有的是青铜还是黄金？青铜。请揭晓，黄金比较稀有。往下，答题权转移，请朱夏丽。喝过热饮品会提升食道癌还是口腔癌的罹癌风险？我选食道癌。食道癌，请揭晓，请选择。6楼之1。6楼之1。准备开箱，13000元，保留还是放弃？好，保留。再保留的话，接下来只剩下一次机会了。好，了解哈。现在你领先他810元。请出珍妮的下一题。一般而言，车子的刹车还是油门位置比较高？那个答案是刹车。请揭晓。哎呦，猜得好哎！谁猜？我是一直在想哪一个位置。我有在开车，谁用猜的？我是真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才会这么慢，用猜的就很快了。冷静，是有点情绪了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请选择8楼之6。又8楼之6。对，8楼之6。小珍妮，你发达了。真的吗？2万。好厉害！8万8，哇！我可以告诉你，这里面有2个超过3万的，有2个，只有2个，绝对不超过3个。请注下一个。汽车高速行驶时，开窗户还是关窗户会比较耗油？开窗户。请揭晓。聪明，厉害耶！请选择。6楼之5。6楼之5。准备开箱，9000元，那就放弃，继续努力啦。答题权转移，小珍妮准备，请助理。打水漂的原理是反作用力还是表面张力？表面张力，请揭晓。我们都以为表面张力哦，对啊，是反作用力。答题权转移，请助理。气泡的形状是圆形的原因是因为表面张力还是浮力？表面张力。很贱，请揭晓。太贱了。他在铺答案给你耶。动怒了，动怒了。请选择。我选6楼之3。你非得找到3万不可。对啊。12500。继续努力，请朱小姐。伤口要贴人工皮之前，应该要先清洁还是擦药？清洁。请揭晓。这送分送惨了，这运气真好。来，请选择。6楼之6。我喜欢6。攻占6楼。6楼之6。6大顺。6大顺。4000元。你要一题，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张佳琪准备，请朱小丽。伤口干燥还是湿润，对愈合比较好，也比较快？干燥。干燥愈合比较快，请揭晓。可是要湿润，干容易裂。哦。要保持水分。还以为通风什么的是为了干燥。要有水分。小珍妮准备。最后一题。请出最。
仁者无敌的仁者是指有仁爱之心还是有忠诚之心的人？仁爱之心。太合理了，仁者就仁爱之心。倩影揭晓。这说明送惨了，你的运气真不错。好好选，来。七楼之一。三万。你非要不可。5000。对啊，非要加了吧，起码比刚4000多吧。对啊，加进去现在74000，32000，你要33000才赢哎。哦，有33000的哦，里面不知道有没有。印象中有一个，印象中有12分。你这个被逆转了，真的可以去撞死。但前提是他必须答对。他的最后一题，谢谢助理。这么精彩。宁可绝景，他的意思是临时抱佛脚还是当机立断？临时抱佛脚，送分送惨了，请揭晓。33000在哪里？请选择。33000在6楼之4。中间。他都选6楼哎。我不敢住很高。不要。不会了，怎么？不可能。不要。这么多个，不可能。不要。你不要那个表情，少一半呢，吓死！恭喜，好烦哦，恭喜！74190元，恭喜真理获胜！耶！真是太励志的故事了，一直都答错的人，你看最后拿到大奖，送什么给真理？好，我们要送给您2项大奖哦。第一个呢是富颜楼顶 SPA 券，黄金舒庆及北景奇迹的顶级 SPA 体验，让你舒放身心灵，让你的肌肤细致滑顺，深层松绑的温暖手触可以卸除都会繁忙的生活压力。另外一个呢是富颜楼 S 会馆 SPA 双人席，专为讲究跟重视品味者量身规划，打造精致整体的 SPA 体验，奢宠你的身心每一个角落，深深疗愈的殿堂，尽情享受丰富健康心灵之美。送给小真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知识就是财富，请努力增加你的智慧，累积你的财富筹码。想要打开金库的致富密码吗？这条周五每天晚上9点，请锁定《全民新攻略》，拜拜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，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。